朝生素心伤寒，一朝与离分不敢复缠。都醒了，往事讳莫容身，丧尽喜爱恨，守谁天真？别故人，相望换一方关，却只感梦里温柔几分。这一吻，与你情节沸腾，沙画里温存，扰乱心肠。 相遇数错人，数山河万丈；相遇憾，违背情团。不愿万事多一个一相知真话永恒。共赴这征程，等繁华几寸，终写人生，回眸心疼。余生有你共。 是生奋不顾身的心肠，情长。一贯习所，不消沉，心中浊气未沉，再与你爱却落地生根。 短短不过十余载的人生，我竟然已有了3次回眸，和恍如隔世的陆云奇1次，和阴差阳错的宁公子1次，和压抑绝望的表弟1次。然而这3次婚约，每一次都不真正属于我。 我的余生还能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婚约吗？今日新人大婚，2位一拜。不必这样繁文缛节了。新郎身体不太好，行动也不便，直接夫妻对拜吧。夫妻对拜。余生有你共，只剩奋不顾身的情长。 表弟，啊，以后就不用叫我表弟了。好，那叫你程宇。你要干嘛？你不会真的要？你想什么呢？耀玉，我不是之前跟你说过吗？忘了？耀玉，我不用。 小姐，水烧好了，木桶拿进来吗？拿过来吧。好。程宇，之前是你说男女有别，不愿意接受诊疗，但现在我们成亲了，可以了吧？ 以后啊，锦绣瞎胡闹的话少听啊。哦，好。少爷，这是夫人特意为您备的，放着吧。 我知道，你我婚约一事让很多人都不高兴，但我已经放下了。我想此事就到此为止吧。今日不知你来，没有备茶，此离便代茶了。今日是他的大婚之日，此时想必他已经拜过堂了吧。 也罢，都过去了。程宇，这药泡的时间越久，就会越痛。 但药效也会越好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，哪怕最后有可能会晕倒。疼吗？还好，我是不是很没用？你相信我，你很快会好起来的。如果实在太疼，你就喊出来，还会好受一些。出去！ 程宇，你一会儿会疼晕过去的，我必须在这。出去！出去！好，那我就守在门口。 小姐，你怎么出来了？程。少爷他没事吧？程宇是个好孩子，很坚强，只是要快点好起来，否则要出远门的话可不轻松。少爷要出远门吗？有这个可能。对了，我们要提早做准备，然后程宇的药一定要多带。好。那真的决定要去的话，准备去多久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大婚之日驱毒，别具一格啊！好端端的孩子，瘦弱的有些过分了。如果你不能保持安静，就出去。 我要失真了。手法不错，师从何人呢？我今日大婚，公子不请自来，是要给我什么惊喜啊？你这婚本身就是假的，是想给这个小少爷看病方便，对不对？还真是个多事的人。今日前来确实有些唐突。 因为看到姑娘大婚，想起了九龄。九龄大婚的时候，我不在京城，所以姑娘今日大婚，朱赞前来贺喜了。有什么事儿说吧。前日你忘记拿了，我怕你忘记，又给你画了一份。这个印鉴有这么重要啊？你可知太炎3年？北齐背信弃义一事，听父亲提过。此事或许另有隐情。当年那批赎金，应该并未交给北齐，而是被那些有心之人藏匿了起来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这枚印鉴跟当年下落不明的银两有关？是。 那这事儿这么隐秘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先皇进士凭借记忆所绘，故而与真正的图略有出入。不过我听说，当年掌管泽州地界的藩王正是当今陛下，所以你就算是查出来了，又能怎么样呢？不过是皮符撼树罢了。真相就是真相。 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归于尘土。姑娘以为是皮肤撼树，但在我看来，是千里之堤的蚁穴。为什么告诉我呀？呵呵，因为我想再跟你做一笔交易。你说，你帮我暗查方家，找出此图的出处，我帮你揪出。 暗害方家之人，也对这个小少爷的病情保密。好，那你也答应我一件事。说吧。不管真相如何，放过方家。 哪怕他们是帮凶，如果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那当年就算方家参与到了这件事情里，恐怕也是被胁迫的，而且极有可能。啊，还有一事，你快走吧，明日5时5去找你，不见不散。 啊！君小姐跟方家少爷成婚是假的呀！哎，你小点声，生怕别人不知道是不是？哦，哼，难怪昨日二哥回来心情如此之愉悦。哼哼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心情愉悦是因为君小姐答应了我暗查方家可疑之人。哦，别胡思乱想。嗯。 二哥，不对啊，我也没说我在想什么，怎么就是我胡思乱想呢？开门。君小姐，请。君小姐，请坐。 哎，如今呢？ 你已嫁为人妇，我们两个还是少见为好。别落下什么口舌，是不是？不是你让我帮你暗查方家之事吗？是啊，我已经想过了。若是方家跟那批官营有关，就要先从德胜昌的旧人查起。 你已经有人选了，正是我怀疑暗中陷害方家之人。母亲，请用茶。真真来了，祖母、舅母。虽然我们知道冲喜是假的，但是人前也该改口了。是，母亲。真真，快坐。嗯。用过药浴，成语怎么样啊？ 昨日是第一次药浴，程宇难以承受药力，昏过去了。昏过去了，要紧吗？要不要再找个大夫瞧瞧？母亲不必担心，这恰恰说明药效发挥得很好。只是程宇这么多年身子里的毒素过多，一时要吃些苦头了。啊，那便好。如今程宇要先排毒，再进补。药浴便是要排除程宇体内的毒素，而后我再以金针修补经络，同时以药补和食补。嗯，辛苦真真了。老夫人，什么事儿啊？宋掌柜来了，说是请来了一位孙太医前来瞧瞧少爷。嗯，果真是他呀。 珍珍，啊，祖母，珍珍，这位是孙太医。这次很巧，探亲来咱们泽州，宋掌柜得知后求上门去，请太医过来。如此，就有劳了。孙太医，请吧。孙太医，程宇的病情如何呀？夫人，咱们门外说话吧，别打扰了小少爷的清静。啊，好吧。少爷的脉象已极为虚弱呀。 内里已经尽数溃烂，就是神医在世也回天乏术啊！孙太医，请您救救程宇。夫人，母亲，夫人，请节哀。节什么哀呀？你断的到底准不准呢？那前几日冲洗的时候，我见少爷还有些精神，这才短短数日，怎么会竟然至此呢？许是回光返照，或是吃了什么增补气力的药，勉强的 提着一口气罢了。哎，这往日 不都是在东厨熬药的吗？怎么今日给挪到屋里来了？药气熏一熏，对你的身体也有好处啊。好，盖上吧。今日有太医院的人过来给你看病啊。你不给我看啊？我怎么会丢下你不管呢？这药不过是熬给他们看的罢了。熬给他们看的？嗯。如今药浴之后，正是你身体最虚弱的时候。我想他们应该看不出什么端倪。什么意思啊？很快就会知道。 小心，母亲。嗯。芍药，烦请吩咐厨房，给祖母和母亲做些安神的汤。是。果真是他，是我看走了眼。珍珍，往后你怎么打算？这次是碰巧赶上药浴后的成语虚弱，方才没有露馅儿。若是下次他们再来，可就不好过关了。我在想，可以运筹帷幄这么多年，单凭宋运平一人可以做到吗？你是说，他也是受人指使？不排除这个可能。祖母、母亲，我有一个想法，不知你们是否同意？说来我听听。我想带程宇离开泽州。什么？你要去汝南？对。一来这样方便我给程宇治病，二来也可以引幕后之人现身，这是最快的办法。我护送你去。你送我？信得过我吗？若信不过，怎么会与你结盟呢？哎呀，让我堂堂天佑世子护送你，整个天佑也就你一个了。1万两如何？花灯节的彩头你都能拿出贴己的5000两，那护送方家的大少爷，是不是得更多点呢？合理。明早启程。到了汝南，我定会查清你到底是谁。怎么样，身子还好吗？好，我们这是去何处啊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路途遥远，你先睡会儿吧。好。这个令公子怎么还不到？莫不是变卦不肯来了？他会来的，他去汝南，还有事要做。你在这照顾着，我去看一下。哦，好。鞠小姐，你德胜昌这么多人，为什么找我押车？因为花灯你看得很好。雷师傅，你赶了多少年的车了？14年。那你的手也是那时出的事？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想不到第一个提起此事的是少夫人您。当年我是益友行的一名镖师，恰巧接了方家的一趟镖，可是我们遇到了山贼，货没了，人也没了，只剩下我一个。那程宇的父亲也是在那次的事故当中遇害。嗯。少夫人，前面就出了泽州地界，我们去哪？ 汝南，老夫人，程宇所谓何事啊？我听说有人看见他今早离开了方家。我们方家子孙受诅咒的传言，你也知道。哎，那些市井之流的胡言乱语，您怎么也相信呀？信不信的，我们方家只剩下程宇这一棵独苗了。 昨天大夫的话你也听到了，嗯，说程宇已经是枯竭之相了。大空寺的念智大师给我指了个道，让程宇离开方家这个地界，兴许能化解这诅咒。可程宇现在这饮食起居用药，那都需要人照顾啊，在外面终归没有在家里方便。 就算离开方家，找个别院安置也可以嘛。您看这样，您告诉我程宇身在何处，我派人把程宇接过来，妥善安置。您看，宋掌柜，你放心吧，程宇现在被照顾得好好的，他在哪儿，大师说了，就连我们方家都不知道，最为稳妥。现如今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啊。 也好，但愿此举啊能除去夫人多年的心结，也算是程宇这次的罪没有白遭啊！啊，嗯。马上派人去找，尽快找到他的下落。泽州地界能在我眼皮子底下藏住人，稀罕！哼。 是不是觉得这路上有点枯燥啊？啊，不会。或许对于常常行路的人确实如此，但对我这个从未出过远门的人，却觉得很有趣。你看这外面的一草一木，明明长得都一样，但却怎么看都看不够。我第一次出门也像你这样。小时候。 我总是跟着父亲到处跑，觉得自己可能这辈子都会在路上行走。父亲跟我说过，人这一生不长不短，刚好在路上的时间可以用来看看这个世界。谢谢你。 让我知道，这外面的世界比我想象的辽阔许多。以后你还可以试试骑马，那跟坐车的感觉又不一样。骑马？这么说，我的腿就快好了。到了汝南之后，应该很快。听说骑马可难学了。你这么聪明，应该难不倒你吧？我是挺聪明的，但也没有你聪明啊。为什么这么说啊？因为你投壶很厉害。你也知道。幼稚。 这位大叔年纪大了，自然是不懂得年轻人的乐趣。你从哪儿看出我这么英俊年少的人是大叔了？你母亲没有告诉过你，把哥哥叫成大叔很没礼貌吗？这位大叔，我母亲不但教会我这些，还教会我在别人谈天之时偷听是非常可耻的行为，还不了解别人说什么便肆意评价，那更是令人讨厌。 人小鬼大，懒得跟你一般见识。就他谁啊？这位是令公子，他是负责护送我们的人。按照年纪呢，你是应该喊他一声哥哥。我，这。 程宇，要不要试试？没问题的。三桃，来。柳儿，来。我没问题的。我数3、2、1，我们一起用力。来，来，3、2、1，加把劲儿，努力，程宇！扶住，扶住，程宇，扶住上面。我能站起来了，我能站了。来，我扶着你啊。 慢慢的往前挪，跟着我的劲儿走啊！跟着我的劲儿，别着急啊！来，一，慢点，慢点，好，好，慢点，扶好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那我们再来一下。好，好，再来一遍啊！慢点，我扶着你啊！慢慢的往前挪，慢慢的往前挪，扶住，扶住，哎。 上，我能站，我能站啊！我曾想过有一天能走出方家，可没想到我竟然还能站起来走。程宇，以后你会走得更远的，一定会的，相信我。来，我们再多练一练，站一站。来，慢点，柳儿，来扶一下。 蓉儿又何尝不是如此？她如今被困在怀王府，也很想走出去看看更广阔的天地吧。不知她何时才能拥有程宇这般的幸运？怎么样？没事，来，谢谢吧。慢点，慢点，别着急，我们慢慢来。 吃点东西吧。这令公子的手艺不错啊，给我吧。那以后我们的伙食都交给你了。别得寸进尺啊！我只收了护送费。令公子还是爱财啊。用爱财啊，君小姐，咱俩可是半斤八两啊。你看啊，我给你算一算，退婚钱。 还有棋局的钱，还有缙云楼投壶的钱，你赚的是钵满盆满啊！话说你一个女孩子家，要这么多钱做什么？不告诉你。小少爷，吃点吧。那我们继续。少爷，真真的。小姐说上附近瞧瞧有没有什么草药可以摘，好看吗？好看。胡闹！这荒郊野岭的，一个人去采药。啊！哎，我也。林公子，你去找我们家小姐吗？ 仙珠，梦的轮廓在你面庞雕琢，眼波里时光交错，难言的因果，字字容我斟酌，命途多波折，孰难洒脱？明日何其多，愿将一世交托。 空看繁星与山河，许久的承诺，人海两岸相隔，叹一句奈何，余生颠簸。辽阔天是你，风是我，终将被路过，风中追不舍，与天焦灼。 落回忆可以说，生生与下落，相见难，相逢泪婆娑。 愿将一世交托，共看繁星与山河。许久的沉默，人海两岸相隔。难抑制奈何余生颠簸。辽阔天是你，风是我，宿命是路过，风中追不舍，与天焦灼。若回忆可以说，生生如雨下落，相见难相逢，泪婆娑。 生生如雨漂泊，相逢不相识，泪。